在下拢两点半就起来啊。传统水，糖水爱离啦吼，爱一点钟去传啊，传好开心话，差不多一百通了啦。他们讲做善事无嫌少啦吼，啊有心较要紧，点点滴滴哦，那拢无做都拢无着，啊有做啊，拢积水生活嘛，啊积沙成塔嘛吼。八十年都是大陆要救灾嘛吼，啊那时候是讲啊，都辛苦嘛无钱啊，我讲。我做班头来义卖好无？我就问阮主委，讲好啊好啊，我就提去吉林路遐楼顶做啊。若无创啥好来嘛是有去啦。当然安尼为佛教为众生安尼托安尼，我即久都要有体能吼。人讲会做才是福啦，体能是无真饱，但是爱练啦，练到迄个体力啦，啊，趁些钱等来弄竹筒帮上人啊救灾啊，哎。分担一点啊，担当。八十二年年底啊，新花莲他的上人住屋啊，啊回来的时候一直做啊，做到三年以后一个隆冬嘛，后来是第四年一个病房啊，还每一个月那个，国际救灾都5000块。人家好多人讲你那唔退休那，要佫出来遮做这卖这。我讲真好啊，人那边活都爱动啊，啊，当下探索也当下搏死。现在我就体力在做班都不错了嘞，人家跟我同岁已经在爬过来，伫大山顶了。